看这糖豆泥奶白奶白的，跟牛奶一样。妈，我给你招呼着吧。哎，不用招呼呀。哎，我顺便修修看咋做的嘛，这鱼弄炖出来不腥。这洗手这领头带子洗干净，尤其这领头上黑沫你得抠净，不抠净的话这黑沫盖外腥。啊，里有黑沫是腥是吧？啊，你说还有这一块血水子呀，它都腥。腥。还有这个斧头这得吃进刮，就是这样说给它刮下来，弄这黑水是。嗯，这黑水咋？它都腥，它不干净，知道不？哦，这黑水也腥啊。啊，这你要是给它刮干净，这汤炖出来它好喝，这并且还是野生的。对，这是咱那个给它磨的，没事，它炖了之后，到时候要想再想喝喽，到再去喝的磨几个大的，反正这人天旱也都快干了。卡中。嗯，你弄吧，我给你打把手。中了。豆腐切成块，这鱼一定要使这个厨房巾给这个擦干，到走的时候它不会炸。你说妈，这水咋真脏啊？你这鱼看着洗的可净，你说这一洗刮出来多少黏膜。是的。这东西刮出来这汤才不会腥。嗯，这炖出来的汤肯定可鲜美了。嗯。热锅凉油。一定得油温高一点儿，这江上流的鱼千万不能叫冻，冻它定型型，要不然它就长腥了。那鱼已经定型好了，全是一定儿是这鱼肚子的，快速的再翻过来，上面也带煎金黄，都行了。这两面都煎成了，给这留多余的油一定要摘出来，不然的话汤会腥的。剩不多油，给这辣椒姜，给这都炸香。炸香，盛开咱烧的滚水白溜头，这样汤会更浓。这大火炖五六分钟，接下来给豆腐带溜。这整点脚料，就是盐跟胡椒。胡椒可以多长点儿，因为这没有盐长料酒它能加这腥。中小火炖上15分钟都可以了。15分钟到了，投入。咦，这汤牛白的。就是跟牛奶一样啊。嗯。这营养才高嘞。今儿这汤炖成了。给牛奶呀，真是，盛出来吧，准备吃。哎，这汤真好喝啊，姐。嗯。你尝尝鱼肉好吃不？他们说这个鱼肉炖了之后都，也怪好吃嘛。这汤不行吧？嗯，这汤不行。当时可香，真好喝。你又炖的也是多白，真是多喝点，能喝完。这都是高营养的。